我住在这里的理由特别偏。去，快把我甩下去！哇！这一上午从毛总上都没钓到，钓不到我就钓不到，我就跳下去抓。完了完了完了！哇！是什么队友？两个人呢？好可怜啊！一个被淹死了。不能在一组。我也不想跟他在一组。跟他在一组肯定输啊！那一个人一组吧。大家肯定都是这样想的。